青州在古代是渝贡九州之一，海带为青州，古代的青州大体指泰山以东至渤海的一片区域。晋朝以后，之所以迁移到今天的山东潍坊青州市境内，故而逐渐成为该地区的名称。青州博物馆展出的佛像主要是南北朝时候的北齐时期的造像，距今已经有将近1600年的历史。佛像以单个的石造像为主，造像艺术是龙门风格向东发展的延续和变革，也是北齐时代青州地区与南朝文化交流的结果。青州出土的佛像虽然大多残缺不全，但也掩盖不住佛像杰出的造像技巧和艺术成就。